我怎能留下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是你陪着我绝望和哭泣，我才认识了自己，却不能少了你。进上。原本还担心唐老板会不会答应要来，却又出尔反尔不出现，结果没想到不但来赴约，还只带了一个小兄弟啊！年轻人有胆识。小兄弟，我们只是喝喝茶、聊聊天，放松一点。来跟进上喝茶聊天，带那么多人干嘛？还是说我必须防着进上，在背地里对我做些什么？书生之赌不畏虎，小老弟，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一样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出来混。总觉得靠义气就可以行走江湖，但义气害我蹲了24年的苦了。义气是什么？是屁呀！后来我就想清楚了，反正出来混，应该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谁都不要挡谁的财路，这才叫做义气，对吧？是啊，进赏说的真有道理。这世代讲的义气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些买通别人手下，指使他们去做一些对不起自己兄弟的事，这叫做假君子、真小人。要这话传出去，恐怕会让道上所有兄弟不齿。谁不防着这样的小人？你说是吧，进赏？老板，上次会面之后，我一直把我们的约定放在心里，再三的告诫下面的人不准卖药给刑天猛的人。从那之后，没有一包药卖到刑天猛的手上。唐老板，应该有感觉到我们的诚意吧？有啊，自从上次会面之后，我们刑天猛再也没有收到任何一包进赏的货。是啊，我们的确遵守了承诺。可是很奇怪，还是一直有人挑我们的底线，向警察告密。光上个月哦，就有3艘船的货被抄，这让我不得不怀疑，是不是我们做的还不够多啊？
静赏，这可就误会我了。如果静赏需要，我可以请下面去查查，到底是谁这么不给静赏面子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如果查到了，帮我带个话，就说我陈文浩向来就是有恩报恩、有仇报仇的人，敢在我头上动土，那就是明朝对干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没问题，一定帮你把话带到。做过什么事情，做的自己心里有数。就算别人不说，也该做好随时准备偿还的心理准备。那我就先谢谢滕老弟了。我这个人呢，什么没有就最有耐性了，毕竟我蹲了24年苦牢嘛。君子报仇3年不晚，该报的仇不管过多久我都不会忘记。不知道唐老弟跟我是不是一样的人。我当然跟你不一样，但有仇必报这点我倒是跟你一样。只是我呢，向来受人滴水全拥以报，无论是恩是仇，绝对加倍奉还。这么说来，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。小王啊，跟你介绍一下啊，陈大哥。这位是唐老板，不要看他年纪轻轻的，他是英雄出少年。这一位你应该认识了吧，就喊他一声王大哥啊。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以后合作的机会很多啊。当然这个久仰我们的唐先生大名啊，一直都没有机会可以跟这个唐先生见面，今天总算有缘分可以跟唐先生聊一聊了。小王啊，前天忙打算漂白，这旗下的子公司靠你多帮忙了。哎呀，当然当然，一定一定，这个陈大哥交代一定会帮这个我们唐老板办到好。我跟这个唐老板报告一下，如果你没有做过政府 BOT 的案子的话，里面这些妹妹嘎嘎，如果你搞不清楚，你到时候吃亏栽在谁手里你都不知道。还有政府在验收的时候啊，他们常常就是一套规范各自表述，里面这些手法外行人是不得其门而入，但是本公司呢，就是有这项服务啊。我们是专业的嘛，来来来。阿郎西东，过来过来，这边。这边挂完这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！讲啊，要是弄到回头回来的话，我挡着。你先跑。你他妈成什么英雄？要么一起挡啊，要么一起走。再不然就……不然呢？一起被打啊，不然呢？靠腰啊！还以为你有什么好方法一起逃走哎。伤害好吧，很深呢。哎呀，没戏呀，做纪念啊。这样子哦，想让你知道你欠我多少。OK。来的。没带。干你三把鱼耶。我就算被打，我们也不能乖乖等着被打，要想点办法才行。当然不会乖乖等着被打，希拉在等我。刚不说要帮我挡，让我先走，现在还想你人嘞。我们其实已经交往很多年了，等他毕业，我们差不多就准备要结婚了。
金所长啊，你们有小孩，我当干爹啊。废话，不是你是谁？干爹，红包，红包，红包，没问题啦。但我们势力稳固了，钱啊，要多少有多少。一句话哦。一句话。好，我就冲你这句话，我今天得让你活着离开。啊，不然，你的干儿子以后怎么帮你捧道？瞧不起我嘞，叫你儿子帮你自己捧就好了。我会有自己儿子，好不好？干，人嘞？不知，拿出看卖，来啊。好不容易站稳脚步，你如果真的被判刑入狱的话，不就什么都没了吗？我们现在实力比不上四合会，不给个交代，新天盟就玩完了。你要是真的进去蹲了，新天盟才真的玩完了嘞。文浩，我去。整件事情是我设的局，我动的手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唐国栋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整件事是我陈文浩设的局，我陈文浩动的手，跟你才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讲什么东西啊？而且我比较耐打啊！来啊，怕谁啊？白痴啊你！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我不会让你自己去顶罪的。你才白痴嘞！唐国栋，你是刑天盟的头哎，为大局着想。我们这么多年打拼的东西如果都没了，你甘心吗？你在里面可以做什么？帮我照顾他，不可以让他知道。我答应你。弄些名声，搞个基金会，我们公司也是有一条龙服务的。唐老板，有任何需要，随时call我，好不好？有需要一定找。谢谢，谢谢谢谢。金长，今天就先到这了。小王，哎，送一下唐老板。好的，唐老板这边走。绝对不是丽珍姐。
真杰，你真的一直按唐老跟我联络吗？你跟他一起被枪杀到底是为什么？王浩，李胜前陈浩在一起过。出生证明、出生夫人、李胜前有小孩。时间1979年10月21日，跟唐毅同一天。你怎么那个音乐盒啊？我有一个一样的。那是我亲生母亲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不会这么巧吧？喂，我现在在查案，我先没办法跟你讲话，先这样，拜拜。喂。关机。这辈子还从来都没有人敢这样对我。你有种，就永远都不要回我电话，不要回我讯息。结果还没有出来，那要快一点。我们这几天一定要结果。OK， 好，不能再拖了。开始吧。唐毅。你来干嘛？
来投案吧。凤少飞在哪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他今天请假。哦，多嘴。你又没有说不能讲。孟少飞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那孩子现在过得好吗？在做什么？他蛮好的，那就好。其实这些年来，我后悔了。我永远记得我们去医院收养的那一天，我的老婆很开心地抱起躺在婴儿床上的他，又哭又笑地对我说：“老公，我的人生圆满了。”其实我不想领养小孩，但是为了老婆，我愿意接受。只是没想到，没过几年，我老婆就走了。我老婆过世后，我没有把自己的情绪整理好。我每次想到她，就会想到我和老婆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。人生有一种遗憾，就是无论你怎么样的努力，都没有办法弥补的。就好像他的存在，在天天提醒我这个缺憾。伯父，我想，伯母最后那几年，也许就是因为有了唐毅，才会感到圆满幸福，满足了他当母亲的愿望。也是因为您同意收养，伯母最后的时光才能够在幸福中度过啊。如果您当时不同意的话，那伯母岂不是要在遗憾中离开人世了吗？我想，也许对伯母来说，是不是亲生的并不是那么重要的。伯父，您和伯母的缺憾就已经弥补了。少飞，你已经消失一整天了。你不接我电话没有关系，你只要传个讯息，让我知道你平安嘛，好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嗯，过两天的飞机。好。你们吵架了？他不知道怎么消失了一整天，也不知道回个电话，也不懂回个讯息报个平安。你对这家伙是认真的？我知道你担心我们的身份，我也知道你不希望我选择一条更困难的路。可是，在爱情里头，没人陪你走那一条，才是最难走的路。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。知道。我也曾经以为，只要两个人互相喜欢，就可以被称作是爱情。但其实还要找到在一起的证据，知道应该要把对方摆在什么位置。唐毅，我们是家人，可以知道什么能让你快乐，就是再好不过的开始了。你也是啊，我们都不需要别人口中的完美爱情，只要能够牵着另一半的手走下去，那就幸福了。
好啦，反正现在哦，可以保护你的人越来越少，但是想对付你的人越来越多，所以那个半个朋友可以保护你，你就安心了。不用担心我了，担心完自己，好好照顾自己，注意安全，好好让道义陪你。好，我会。你一定要小心啊。我吃午餐。好了好了，要吃什么？拉面跟寿司。嗨。嗨。我今天可能不能请你嘞。我先走了哦。拜拜拜拜。不好意思啊，又让你自己一个人吃饭。我的便当吗？我太难过了。这么多天不见，你居然不关心我，只关心便当。我知道你过得很好，不用问。你又知道，你是那种到哪里都可以过得很好的人。还有，想吃可以，那你先透露一下孟少飞在哪里。原来是唐毅交代你才来的，不是帮我送便当的吗？老板没有这样说，我只是帮他一个忙。但便当是我精心帮你准备的。满满一盒爱的表现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这么北南话你也讲出来，还爱的表现，恶心死人，白痴！哎，欸啊，我告诉你，生命太短暂，如果想说什么却不说，下一秒被仇家干掉的话，会很遗憾。有人要干掉你啊？你担心我？不行吗？我答应你，在得到你答复之前。我也好好活下去。那我还是先不要给你答复好了。你就这么希望我长命百岁啊，小个子？我才没有嘞。哪没有？一直不给我答复，不就是一直希望我努力活下去的意思吗？小个子，其实你喜欢我吧？屁啦！陈爷有请。陈爷，人带来了。陈爷，坐。没想到陈爷会亲自邀请我来。能够招待像你这样的人才，小小心意算得了什么？以你的聪明才智，早就该自立门户了。我听不懂陈爷您在说什么。不顾道义，随便就把底下的人交给警方，这样子的人值得跟吗？你不怕变成第二个李志德？嗯？这是王坤哲在台湾的一切。我可以给你。我要拿什么跟陈爷交换？不用动刀了，很简单。我要掌握秦天盟跟施海素的资金流向，还有往来顾客名单，越详细越好。
陈爷，清酒对我来说太淡了。够贱，我欣赏。像你这么聪明的人，困在这么小的地方太可惜了。不如我们就直接来谈谈柬埔寨。没想过会弃之不顾，会在一起度，把你放心里住。没想到你无孔不入，在每个角度都对我打招呼。我根本不敢去想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讲，我竟假无该。我要怎么能去想，我根本就不该去想你。避开你的注意，我才能呼吸。这是什么处境，我不想清醒。